现在要讲一个右手的节奏变化，在四四拍的八分音符节奏里面可以加进来使用的一个右手节奏变化。我们先来讲，一般的情况下八分音符节奏的 Hi-Hat 是这样打的，也就是一拍有两个 Hi-Hat， 1 and 2 and 3 and 4 and。 今天这个练习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把右手的 Hi-Hat 从 1 and 2 and 这样子一拍两下的这个敲击方式改成只打后半拍，也就是这样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。 我们来试试看搭配一个最常见最简单的八分音符节奏，大鼓跟小鼓就一拍踩一下，听起来是这样子的。现在 Hi-Hat 改成只打在后半拍，听起来会变成这样子的。现在试试看把这个打在后半拍的 Hi-Hat 转移到其他的铜拔或者是效果拔，或者是你可以打在 Ride， 可以打在 Crash， 可以打在这些拔的 bell 上面，或者是留在 hi-hat 上面做一些音色的变化，例如把 hi-hat 越打越放松，做一些 half open 多一点延长音的感觉。今天先介绍到这边。